常说这造型，你看，俺讲你看你就这造型，这猪长就来一个三不一样的。他吃咱吃的，哎，你就跟那个游戏上哪个似的。游戏上一个似的。你看我常说这人面人，你要不让都不好带，你带了都把人都带不了。伢这弄好了嘞，伢这一些。夸什么？怎么在这乱夸什么夸？中国话是不能。知道。这是两用的。这是不真心，这个。哦，这是在后头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冷了往下一阵，要不然说话也听不见。哈哈哈哈哈。会煮，你们涨了两毛钱。多少钱？是十四块半嘞，十四块六。六百，六十四块五。是啊。是啊。那是你天大神，你会在那是十四块三。啥啊？涨两毛的。哎，行了，涨两毛，每回涨两毛一点，两毛两毛涨一直涨。这六毛猪卖一天不小。大呀，是吧？这大，一个能卖五天不嘞？一个卖多少？五天。卖不了五天，卖四天大几。对呀，因为夜店那时候十六那时候这猪刚卖五天来块钱的，对吧？这十四这不少。不少。六个快三万块钱，差不多。这卖猪嘞，倩倩。嗯。卖猪嘞，叫恁爸卖这两回猪了，都这车都包冻了。叫恁爸，叫恁妈包冻了。你不是往天地卖房的？你别的，还没商量好哩。俺姨光说这个。那个两箱先准备好点的，你一商量好就是都有能准备。你商量好了没钱不是？哎，你商量好，等我你商量好吧，商量好有钱啊。对呀。早点给你预备掉呀。别这样子，这两车猪能这样？起码得再几几次。往天地卖房得花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俺姨不是说这回到那儿再去细问问的，人家说，反正人家说办户口不用花钱，都是买房的花钱。还得大学生啊，能办户口。还没商量，还没商量好嘞。你我讲没得在这县城买个还得六七十万，那还得一二百万。这时候在县城买差不多吧，小平米的还得，还得二百万。上一次说都得二百多万，对呀，二百多万。你几车住呀，爸？算算。家伙，得一车两万，一百车住。一百车住，一车六万，一百车六百头住。一年，一年住，咱给爸爸一年低一年住。啊，那是啥算呀？你对呀，你还没跑，你这成本那还光是不能算成本，光算毛，光算猪都得这么多，还是成本。给你准备六百头猪，每年的。每年一准备一次性，一次你回头摘了不都明年准备？明年还不知道啥劲儿了，明年劲儿就是六百头还不摘的，降一半吧，又卖一个，都得一千二百头猪卖套房。够多少一中国吃多少肉是呗？啊，光买这样一堆那小房子在那住，你还不能买大的。哎，买房慢慢还要在那，要是那个上校干啥考校又优惠了，买一个吧，买一个都收点紧。我给你拿点儿，我给你拿点儿，你再拿点儿。黑呀，上校，像我这没上校，照样也是这那个啥，光提黑呀，你说是呗？你他那个本店了，你上校也不得。他本不本？北京市户口都给那个啥？你给家拿点儿，人家有一家，你个还不是说那有一家，就光说黑呀，说卖都卖，黑呀，当门的。你要是不是为了黑呀上校，你往这买那房有啥用呗？带不起那儿。也不起那儿住，就是知道叫黑呀，慢慢有个好政策，考个大校啊。将来有个好工作，你不是那个你往这买那房子？这样你说的，这在都是女人摆半天，都是听女人你说的。你俩意见还不同意了哈？不是，讲倩倩，你看买呗，买了都给你带点，到时候把这车带回来。还没，江斌还没商量嘞呢，回来商量商量。跟人家奶奶，都商量商量。摸着人家西西奶奶还不愿意嘞，对呀，江斌也黑呀。不是，这事不是因为黑在那商量嘞，你这江斌在北京上班，也是一年也回不去。你为了生活，你都是这样，你在家做吧，每天你能这样呢？考虑考虑吧。得考虑方向。我是你把这个大块儿给你大力支持，是吧？你爸愿意永远愿意做你啥，介绍好多。你看，又来，你又来哭啥？爹娘听来了。不要哭啥，那慢慢有老可给呢。这都是自己人了，啥了？爹人有事了都是互相帮忙，谁有事了都先先拿先当心。对，该花都花，该挣都挣，是呗啥？要勤俭持家，但是要该花也得花。
爸在这给我说那个大道理的，看那个脏劲吧，老板穿的这么大街往这儿都得躲你远远的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上帝把你赐给了我。走吧，走，回去吧，走。走，走。这宾馆买房不买房，给你到道理先把钱准备好的。好，准备好的。你说啥？这买这再拉这边这俺一条拉着几车猪了，都给你带着。这拉着。一车两万多。一车两万多，再能拉十车。哦，十车有。十车20万，贵点离200万还差远了。他你待会儿，你光说你在那块儿，你动哪出来？动哪在偷税？光首付慢慢的打完。光首付他慢慢还完的。就是买房了都有动力了，干劲儿都大了，干劲儿十足，没有动，没有压力，也没动。那俺商量商量，买房大事。哦，那个都商量商量。都买，把家里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，买个房也整的，不高兴了呗。啊，别同意。是呗，都同意，都高高兴兴了，再买。有一个不同意了，都不好买了。对，这个反正都是为了孩子上学，自己把那条件给他创造好了，他以后学习好，学习嘞，不能说父母没给他创造条件。就是。走吧，得走走走，冷的这天，走吧，娘都养久了。看还能弄着呗？我走我弄了，又把海回来，又打不着了，还得打着了呗。不用追点了，哎。人家挺好的，不用追点。走。